中国海大赢家，我是詹玄一。来看到了，今天台北股市中场是小涨了18点，守住了9500点的大关。而在期货市场只是小涨了10点，看现货市场呈现正价差30点。今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哦，看到期现货都这样小小的涨起来了。不过后续走势该怎么观察呢？节目线上赶快请到了巨阳投顾的资深双证期分析师苏彦远威老师好。学员午安，大家午安。温老师其实刚刚一开始就说了，温老师说呢，看起来有点小涨起来，不过投资人还是要小心哦，对不对，温老师？好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的行情不是很大啊，哦，高利点大概51点，好，51点的行情能够创造多少的财富？哎，这个是重点吗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去想一下，今天51点的高利点，所以原则上来讲，如果极大化的话，什么叫极大化？放到最大嘛，嗯，我可以创造50点的获利。或者是创造50点的亏损，哎，对吼，对，对，这个是相对的嘛，不是只有赚嘛，一万，对，一万哈，这个算数问题哈，对，乘以200块嘛，50间能够创造极大化利润就是50点嘛，对，啊，极大化的亏损就是50点，好，那今天很多投票金价是觉得说吼很可惜啊，哦，金价是吼公道第一把赛不会为零嘛，对，我拿来公道第一把赛不会为零，就说啊，今天怎么还是去追高？为什么？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一段的一个行情。投票你一定要注意齁，就算今天早盘有拉高，可是如果你不小心买在那个最高点，我特别顿点齁，最高点那就非常的可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齁，来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的一个画面。好，今天3月30号今天的低点就是开盘价齁，今天开盘刚刚好开在最低点齁，原则上今天是一个比较偏向横盘整理的一个行情啦齁，因为高低点不是很大 ,51 点最低在 9511, 最高在这个 9562, 高低点相差了51点。好，那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讲齁，今天很多的投资朋友都会买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呢？来，我们请摄影师这边把它拉近一下齁，为什么投资朋友你今天可能会买在这个地方，而且真的很多，为什么？最高点在这里 ,9562, 好，慢慢往左下角带一下。今天开盘是低点，那可是你看到拉了一根长红棒，对不对？哇，看起来很强欸，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心痒痒，什么叫心痒痒？我觉得市场上面的这个主力跟大户啊是很坏的。哦，什么叫很坏？他就是吸引你看到红 K 棒，对，你就会想买，而且很长一根，对，很长一根，就是你本来想说，哎，好像有点想买，有点想买，想出手了，对，拉了这一根之后，你开始心痒痒，哎，好像会涨呢，哦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我们把这个故事把它看完哦，来，对不对？哎，红 K 棒很强哦，又拉了一根，哦，好像也不错呢，可是这边又出了一根黑 K 棒，好，我们请摄影师这边稍微拉近一下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看哦，这边又有一根黑 K 棒，那你又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接下来连拉几根，1、2、3，好，我们往上带哈，4，拉了第四根，懂没有？这个时候，哦，你就按耐不住了，好，对，你心里想说啊，炸了灾后我就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早知道我本来就想买了，冲上去啊，真的跟我的看法一样哎，好，此时不买更待何时？哦，那你就跳进去嘛，好，那你看后面的行情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对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可能出手了，赶快进场买多单，那你看后面，哎，有跌下来，哇，往下跌了，对，往下杀，好，那杀下来你可能这边。先做出场可能停损了，哦，那往下跌，那你接下来看这边反弹，那你想说啊，行情好像要复活了，再买一次，那你看后面又往下压，对不对？后面又出现一个什么压盘的一个动作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行情。好，那我们跟大家讲，温老师从礼拜上个礼拜，应该说上个礼拜，今天已经过了一个礼拜，对，对，我们六日还有办这个课程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一直跟大家讲，现在的盘还没有翻多，哦，我看法应该没有改变过啦，哦，从来都是。斩钉截铁跟大家讲，因为指标还没翻多，所以我们不会看多啊。为什么？对，投资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过去一个礼拜魏老师讲的有没有一致啊，哦？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的一个重要。所以我们看哦，今天如果透过工具的画面哦，你要怎么去掌握高档往上拉高？今天往上拉高两次都不是买点哦。我再讲一次，今天往上拉高两次都不是买点，是你要放空的地方啊。哎，魏老师真的咧，你要逆向思考对哦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行情你要逆向思考啊。对，你看人家买。你跟着买，那你觉得后面的状况大部分都是不如你的预期嘛？齁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工具的画面齁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的一个画面。今天的行情看哦，一样是拉高，对，别弄拉高，工具都没有请你买，那出现什么讯号？来，我们请摄影师拉近，这边出现什么齁？绿色的星星，哦，玄一这个应该很清楚了齁，就是偏空嘛，对，哦，偏空嘛，所以你看你这边再买，我们再放空啊，投票好，我们慢慢往下带。从9553一路跌了多少？
跌到这个地方的低点9517。好，我们画面拉远一点，谢谢哈。这边9517跌了36点，哦，这边跌了36点。好，反弹上来，这个时候你想说啊，这边哈已经亏了一次哈，非常不甘愿嘛，拉上来，这边这个过程你又不敢买，一定要突破前高你又才敢买啊，买上去啊又跌下来，对，所以你今天两次被又多了点，第一个在这里，第二个在这里。好，所有朋友说啊，吴老师。丢呢，真的，你真的太了解我们了，真的，你真的太了解我们了。那我跟大家，为什么我会这么了解大家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其实很在这个市场上面真的蛮久，才了解说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做了不对的动作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其实今天工序的画面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。来，我们请这个摄影师，来，我们来到手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要掌握是一个关键的获利点。那关键的获利点有什么呢？今天的最佳男主角，你看是不是一样？绿色星星，对，对，空方加码。那我从上礼拜一直跟大家，我好希望看到它多方加红色星星啊，真的，因为很多投资人希望行情要涨啊。可是你看，今天就算收盘是小涨，可是如果你买错地方，还是不会赚钱。对你反而是什么拉高你偏空思考，空方加码讯号。好，投资人，我们再看一次哈，来，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，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绿色星星一次，绿色星星两次，这边跌了36点，这边跌了。大概14点左右的空间。那你看今天的高低点，今天高低点51点，所以我才跟大家讲，如果今天有个完美的操作的话，你的利润极大化可以到50点左右嘛。对。对啊，如果很不顺利的话，你的亏损极大化可以到也是到50点嘛。所以你看一来一回几百点没真的很多。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，那今天如何去办到利润极大化，其实我觉得今天还真的。今天工序的画面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好，跟大家来做个分享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。好，我们跟大家讲，今天3月30号礼拜一早上的9点24分，我们跟大家讲指标仍在空方，台指当中空单9560。好，请问一下今天最高点在哪里？9562，只差两点。哦，只差两点，我只能说准啊！哦，真的，工序画面，哦，真的啊，准嘛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看准才出手，千万不要乱追高，对不对？空在高点，您怎么会赔？懂没有？对不对？今天你在最高点的时候，你知道不？千万不能买，为什么？哈，来，我们再看一次，为什么？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嗯，好，你看哦，往上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工具的讯号，请问有翻多吗？没有嘛？对，所以能买吗？不行，对，那你再看到这个绿色星星，好，投票，那你只有两个选项，哦，你只有两个选项，第一个选项，那我就偏空操作，跟着工具嘛，偏空操作。第二个选项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做多？哎，真的哈，哦，你可以不要，今天一跌又跌了40点呢。对，对啊，你那何苦跟你自己的钱过不去呢？投票说，哎，吴老师，对呢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哈，哦，来，我们再请回到手板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偏空操作嘛，那一样，我们跟我们的工具教学，哦，其实都教得很清楚啊，出现加码空讯，人是空方。控盘嘛，果然出现那个下杀的动作，啊，那往下跌35天前获利回补嘛，所以对，那我们再跟大家讲，指标人在空方拉高看法不变，再空的是9552，再空的是工具的教学一样，加码空讯看法不变，9537再补一次15点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今天一样是什么？看准行情高点空的漂亮，今天拉高连空两次二连胜50点，有没有？今天高低点。只有50点，我们今天可以帮大家赚50点，利润极大化嘛？哦，大家利润，你说吴老师真的呢？对，那这个绝对不是子虚乌有啊，都是真真实实的东西。好，哦，来，我们再请回到手板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对，您还在乱追高吗？哦，真的，我们周一旗开得胜嘛？哦，真的，你运用工具画面跟我们所跟大家所分析的都是一模一样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看今天的一个行情拉高，千万不能买。拉高都是放空，拉高都是偏空，对，今天这边空的是拉上，这边补，拉上来再空的是压回来再补，合计50点，50点乘以200，我刚才玄毅已经算给大家听嘛，10000块，几万块嘛，对，一口而已哦，你算10口你自己算，对不对？今天的高低点只有51点，好，投资朋友，那我们跟大家讲，市场只有一个方向，不是多头，也不是空头，而是做。对的方向，对，你要做对的方向，所以投票你千万不要有一些，哎，一定要做多还是一定要做空那种情节哈，不是哦，我们也不是说天天跟你讲空，不是嘛？如果真的指标翻多，该做多，温老师也会带大家进场，我们的工具
也会出现讯号，所以你不要想太多。我们还是重申一次，哦，没有人希望行情跌，没有人希望您亏损。可是如果真的有风险，我们要 提醒大家，对，今天如果不小心又追高了，真的您何苦呢？哦，真的是何苦？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哦，来，我们再请回到手板，我们跟大家讲，哦，初期才会制胜，哦，初期才制胜。今天拉高，我们反而是什么？逆向思考，你要偏空，不是去追价，哦，不是去追价，所以非常重要，哦，非常重要。投资要见好就收，对，因为今天高低点不是很大嘛，所以要见好就收，对，零零总总，对，今天运用工具把它做一个什么掌握的动作，对，来这边，哦，中间两次的什么运用工具来做一个操作的动作，对，五十点的一个行情，哦，五十点的行情，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，今天其实透过工具的画面，我们再重新来仔细检视一下，今天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比较偏向检讨的角度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们还是不希望跟大家讲说啊，你看今天就这样子做的对，不是，我们希望能够协助大家，哦，你真的操作不顺利了，你真的说哎，做多也蛮不丢，对，现在做多又怕追高，放空你就觉得说啊，真的空在这边你也怪怪的，哦，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，哦，其实威老师欢迎大家你来做一个洽询，哦，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电视的画面，哦，请摄影师来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谢谢。你看哦，今天的行情，同学们最容易犯错点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。好，哦，来，我们先来对一下时间。好，好，我们请摄影师往左下角带一下。今天的行情哦，3月30号，8:45。哦，我们请权益 check 有哈？对，8:45。好，我们再往上带。所以今天开盘在这一根长红棒，对，哦，这个红棒很长很长啊。哦，你这个时候就心痒痒，很想买。好，那你看哦，慢慢往上拉抬，拉到这个地方。哦，这边你已经觉得说按耐不住了，忍很久，对，忍很久了哈，你这不买就是对不起自己，对，那你再看后面开始，哎，欸，一买就开始出现黑 K 啊，好奇怪哦，对，那这个时候我想没关系，哦，我再报一下，好，那现在呢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这边把它拉近一下，出现一个绿色的星星，对，好，绿色的星星代表什么意思哦？来，我们再请摄影师回到手板的位置，你看一下，绿色的星星代表什么？空方加码。哦，这样有简单嘛？空方加嘛，也就是说，哎，欸，当你如果真的不小心，你在那边追高了，你看到这个讯号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欸，我赶快跑啊！那个时候，其实你还可能不太有什么赔哦，哦，可能五点而已，一点点而已哦，可以避免你很多的5点跟50点的差距，对，5点跟50点，对对，那举一反三嘛，对，所以你自己想一下，金价没敢啊，吼，你自己想一下，真的是不一样哦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你看后面的行情，吼，来，我们再请回到电视的画面，对，如果你这边没有跑的话，吼，投票您继续看，吼，来。你看，你看后面的行情怎么走？哇，对，行情是不会等你的，哦，立刻下杀。好，那跌到哪里呢？你看到，哦，这边稍微反弹，那你想说，哎，欸，没问题，又跳进去买。那你看后面的行情，你看又跌下来，你看，哇，一路跌。好，我们画面稍微拉远一点点，谢谢。你看哦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可能追在这个地方了，这一段哦，可能你就受不了了。哦，这一段已经跌了40几点的空间，所以早盘的部分反而是什么？拉高，你要偏空思考。为什么？因为就一个理由而已。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不要去追？因为指标没有反多嘛，所以不能买。好，投票啊，呢这样有清楚吧？哈，这样是非常的一个清楚。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，你看哦，一般的 K 线跟工具的画面差在哪里？哈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你看左边是工具的画面，右边是一般的 K 线。对，今天的行情是上上下下、上冲下洗。可是呢，你如果运用工具画面都知道，这边你就是要偏空，跌了36点，这边再跌14点，你看一来一回之间差多少？所以投票我跟大家讲，今天就算你没有偏空没关系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追在高点啊？真的呢，你就不会赔那个钱哦。留我讲句这个比较这个怂的话嘛，对，这个老生常谈呐，哦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嘛。对，你把资金先留下来，接下来如果真的行情翻多，我们再来全力做多嘛。哎，真的呢，有道理哈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不断跟大家来聊，先给大家一个观念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手板。我们跟大家讲，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是希望，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是希望，如何看到这个美丽的太阳跟曙光？其实你就是运用工具的画面就可以了。而且我们这一段时间不断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动作，我觉得 这一段从上个礼拜到今天，对，今天就算小涨，可是指标还没有翻多，原则上我们还是不会翻多，除非明天指标翻多，那我们的看法就会改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再请摄影师回到手板。好，我们这边 take 一下，好，谢谢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这个从上礼拜一啊，3月23号
最高点在9770，一直跟大家讲，指标转为空方，留意乖离过大嘛。那个时候已经跟大家提醒，那一天的行情现货还在9758，涨了8.4。哦，那个时候你想说啊，应该没关系啊，哈，会上万点。对你那个时候，全部人都跟你说上万点嘛。来，你再看3月24号开始小跌，你可能没什么感觉，指标站在空方嘛，没什么感觉。3月25号礼拜三。跌63点哦，拉回就是买点哦。你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嘛，拉回就是买点。来再看3月26号，指标站在空方，又跌48点，又跌48。这个时候你开始担心了。来看上礼拜五，3月27号，没有早知道哈，跌115点，有没有？115点。好，那到今天，对不对？就算今天的行情是比较震荡整理，可是如果你能早一点知道这个250点到270点的空间。你不会赔到，好，我们要跟大家这样子讲，你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你再看，当然除了今天的行情以外，你看过去几天的行情，我们先跟大家来聊，这个你一定要知道。来，我们先回到手板，我们跟大家讲，成功或失败是掌握在您自己的手上，成功或失败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，你这一段时间你运用工具，你真的把温老师的话你把它听下去，对，起码你不会做多，你不会赔了这一大段。你觉得啊，温老师真的，Holy God！ 今天很多的投资朋友还是跟我们讲，温老师还好，对你一直跟我们讲，我们今天才没有追高啊，今天才没有追高，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来聊。你看到，其实从过去几天的行情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哈。来，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，你看一下，上个礼拜五3月27大跌嘛，那一天大跌，那我们一样跟大家讲一样，你看最近的讯号，你会觉得每一天行情都在重复。好，对，都是绿色星星。对啊，都是绿色星星。我也不想一直看到它，有点讨厌的。哦，真的，可是它就是绿色星星嘛。那你就是偏空做，对，不用想太多。这边往下跌74点，反弹再空是再往下跌嘛，合计大约也将近90点的一个空间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的工具的教学哦是非常的一个完整。所以哦，其实我们很多的客户都会遇到说啊，我哪点那尾行赢哦？如果说哎行情如果不太会看怎么办？哦，投票你不用担心，这个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服务哈。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，3月27号礼拜五，上礼拜五9:10工具的教学，我们跟大家讲，出现加码空讯，行情人士空方控盘，9:10那个时候还没有跌，果然大跌，您又被骗吗？可能又去追高。对，我们跟大家讲，人士空方控盘，偏空操作，空在高点不赢也难，对，往下杀25点碎，再做获利回补。我们跟大家讲。你一定要小心压回风险，我讲了一个礼拜了，跌了250点了，投票非常的重要。那你看看法不变，你看这个走势跟今天一模一样嘛，再空的是对，加码空讯一样嘛，工具教学还是获利回补，对，周末愉快，2次2连胜45，加今天又2连胜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投资千万不要因小失大，投票这个很重要，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常听到的观念啊，不要因小失大。可是你常常会砍碎掉诶，撩大掉，有时候会攻打意的哈，砍碎掉撩掉撩大掉，你就觉得省了一点点钱。可是你看，你今天这样一赔50点起跳，礼拜五快100点，礼拜四又40-50点，礼拜三投一你自己算哈，竹繁不及备载，你自己算一下，真的影响很大啦，真的影响很大。来，我们再请回到电视的画面看哦，这个礼拜三的上礼拜三3月25一样啊，你看脚本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工具的画面已经很清楚的显示给你看了，加码空，那你就是偏空做，往下跌36点。那我们一样，工具的教学会不会跟大家讲非常清楚？来，我们再请回到手板，3月25号礼拜三，对，出现加码空讯，那一样嘛，还是空在高点不赢也难，加码空讯果然压回，对，还是获利回补嘛，一样嘛，持续破底，有工具就可以顺利来操作。我们跟大家讲，如果这不是您要的，那什么才是您要的？这么简单，您为什么不要呢？投资朋友，这么简单，您为什么不要呢？你其实你运用工具的画面，真的行情的操作哦，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复杂。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，其实我们的服务是很多。你看哦，盘中的教学，那其实如果你对电脑有任何的疑问，没有关系哈，温老师提供了一个独家的服务。你说啊，什么服务对不对？哦，好像哦很吸引人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。我们跟大家讲哦，这个是我们独家哈。温老师有的贴心的服务，我们花了很多的成本，跟大家来做服务。我们有到府工具软体的安装服务，也就是说，我怕我电脑不会用，没关系，我们会有专人到您的府上帮你安装电脑，所以你不用怕，我真的不会用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有人
到你的府上帮你安装。第二个，我想透过网络来看比较快，一样嘛，我们有一对一的教学哦，都会教你。还有第三个，线上专人讲解，说啊，等不及的，卡的人要进啊，对不对？线上专人讲解，哦，我们都会教大家，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贴心的一个服务。所以你看哦，当然除了今天的行情以外，您再来看一下哈，哦，来，我们再请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，你看哦，3月24号这一波的起跌点一样嘛，卖出讯号出现之后，行情一路的什么下杀，这边跌49点，后面呢还是出现什么低档乖离之后出现一个反弹，所以原则上你只要掌握住每一波中间行情的转折点哦，其实行情的操作就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复杂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跟大家来聊？来，我们再请回到手办，我们跟大家讲，今天指标人在空方还是偏空操作，看准才出手，请你不要乱追高，对，加码空讯看法不变35点，所以恭喜大家，再空四嘛，看法不变9552再空四，加码空讯15点，对，都是一样的齁，你看今天高低点只有50点，我们合计也可以帮大家掌握将近50点的空间，两笔的什么运用工具来做一个操作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行情的变化千变万化，那您不要想太多，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一个计划比不上一个变化，一个变化比不上一通电话，好不好？投资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做个下旬哦。好，我们先休息片刻，想掌握更多期货当中的技巧，广告回来带你了解。时间不重来，行情要把握，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想订饭店却又太贵，每个订房网站都有不同报价。Trivago 帮您找到最好康的饭店。Trivago。War is coming. Remember London's Owen Shaw. This is brother. 代表最强团队再创巅峰。First you want me to stop a tank, then you shoot down a plane, but this takes crazy.To a whole nother level. Get low when the whistle goes. 复仇之路，回归到起点。Did you bring the cavalry? Woman, I am the cavalry. 玩命关头七，4月1日抢先全美上映。重来，行情要把握，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体内囤积毒素，半道肚肚，半塞半北青，红心清肠通便丸，帮你排毒、治便秘、清宿便、排脂消腹。红心清肠通便丸，火力半道千千千。时间不重来，行情要把握，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体内囤积毒素，半道肚肚，半塞半北青，红心清肠通便丸，帮你排毒、治便秘、清宿便、排脂消腹。红心清肠通便丸，火力半道千千千。回到股海大赢家，今天在现货市场呢，外资是卖超了台股14亿元，而在期货市场空单还是维持在2000多张。从外资态度看起来，好像还是偏空操作。威恩老师，好，我跟大家讲，其实今天的行情，刚才选手提到外资，他还是留下空单，然后2000多，虽然他又补一点点，那变化是什么？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哈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手板，你看到今天外资稍微偏多做一点点，然后1400多口，可是你看，请注意一下空单的口数不多啦，2444，可是我觉得哈。
有时候有一种东西很玄哦，请大家要记得哦，这个数字实在不太吉利啊。是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我虽然不是特别信这个啦，可是这个数字实在是不太吉利哦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请大家还是要留意哈。来，我们看今天现货的部分，三大法人今天还是合计卖超了。小卖了24亿的一个部分，所以我们还是跟大家讲现在的一个行情的一个看法。好，原则上面我还是没有变啊。好，指标没有翻多之前，还是请大家你还是要偏向一个保守一点来做看待。除非万一明天指标翻多，朋友，如果你不是我们的客户的话，你不会知道的嘛。可是我们的客户都会知道，所以这个就是您跟我们客户之间的差别，就在这里。好，就在这里。来，我们再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。所以你看哦，今天的行情。3月30号，对，开盘就是最低点。今天投票最怕什么？你去追在最高点，哦，那个真的是很伤啊，哦，追在最高点，一路的下杀，反弹你可能再追一次又下杀。所以投票如何掌握正确的方法？今天运用工具的画面，对，加码空的讯号，绿色的星星，绿色的星星往下跌嘛。所以投票，你看，你今天如果能够掌握到正确方向，原则上面你就不太可能会有亏损了嘛。好，哦，对，掌握利润。避开风险，这是我们节目上面的宗旨，一直要跟大家讲期货当冲如何运用工具。吼，来，我们请回到手板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今天的一个什么工具最佳男主角就是它嘛，空方加码。对，我希望明天不要看到它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绿色星星，对，因为这样大家都不开心啊。我不希望不要看到它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来，今天一样嘛，工具指标仍在空方，今天最高点在9562，我们请大家在哪里？9560，只差两点哦，碎嘛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空在高点。怎么会赔？对，怎么会赔？千万不要乱追高。对，出现加码空讯，还是下杀35点，先获利了结。指标在空方，看法不变，再空一次。对，这边加码空讯，运用工具来操作，15点，合计多少？50点，空单2连胜。您还在乱追高吗？所以你看今天运用工具的画面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市场只有一个方向，不是多头，也不是空头，而是做对的方向。欢迎大家来做一个洽询哦。谢谢各位大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